殿下，府上出事了，能出什么事？好像死人了。大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是啊，能出现一个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上车的时候我都没看见啊，这是。知道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殿下。 庄王殿下，这回府已经夜深，就没忙着卸货。哪知一大早就……什么人？殿下小心，万一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。一个女的受了伤，只吊着一口气了。找个附近的药铺，把她送过去，给郎中点钱。哦，你们一个个怎么做事的？是不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随意进出我们府上？小的知错，甘愿受罚。算了。 郎中，快快去！是。殿下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 殿下，我已经为他封住了血脉，止住血了。是不是很严重？殿下，此镖射出来就是要命的，可是又偏偏断在体内，在起镖的过程当中，如果稍有闪失，就香消玉殒了。那便保命，这镖本王不取了。可是姑娘日后会痛苦不堪呐。殿下。 殿下，行动，这秦太医是我朝圣手，他说的办法一定是最妥当的。殿下，这伤口太深，只能先封住血脉了。秦太医，若是取镖，你能有几成把握？如果姑娘能够苏醒过来，则取镖的把握有40成。40成？啊，没有八成，你不可取镖。殿下，伤者命在旦夕。 Just treat your body, your mind.
anniversary.